歌哦，其实里面都有藏一些，对，有一些关联在，有一些秘密在。然后就是你只要看到很奇怪的地方，其实它应该就是会有一些秘密。比方说，我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啊，我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就叫《海洋音乐季》。哦，对，那《海洋音乐季》《海洋音乐季》是那个就是《纯爱》里面的歌，就是其实怎么讲呢？那个当初写这些歌的时候啊，就很多人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就很少女啊。可是其实是一个阿伯写的，其实是我。对，他其实他前半段的故事其实是非常非常少女，就像《道德勇气》就是前半段在写的歌那样子。然后前半段里面有一首歌叫《海洋音乐季》，也就是那个《招桃蟹》里面第一句唱的那件事情。他不是说什么？海风吹拂着沙地，但是这首并不是海洋音乐季。就是说这首歌其实不是海洋音乐季，因为海洋音乐季这首歌的第一句啊跟招桃蟹的第一句其实一模一样。我等一下要唱给你们听。这怪梗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啊，那个网络上写的歌词都写错了，那个季啊其实是那个季氏的季，不是季节的季哦，因为它有一首歌叫海洋音乐季。气息在我四周，说。
气息在我四周，说一起放逐寂寞，别吝啬你的温柔。好，谢谢。对啊，其实他跟 Open Eye 就是你们，就是 Open Eye 的歌怪歌，大家其实比较熟吧。但是里面有一些很纯爱的地方，就是前面的前半段的那些设计，就是大家比较不熟。那这个歌啊，其实就在讲那个，男女之间啊，有一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玄妙的。我觉得那个阶段很玄妙，所以我把它记起来。那个玄妙的阶段就是啊，这两个人有好感，但是没有人吐露讯息的那一个时刻，那一段时间非常玄妙，就是。你其实心里面很想，有很多东西想说，可是你一直在期待的是他先说的那一个时段，对，就是在讲这个时段，对，好，就这样。啊，是吧？可以发问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嘿，我没有问题。靠！对，要发问吗？我觉得人一多，感觉就稍微比较那个一点哦，有点严肃，尤其是后面还有人站着，感觉好像是卖药的，对吧？后边后手头够存两罐，五号，有啦有号啦，五号有号有号有号无问题，后边目镜先生要提两罐，五百遍、四百遍、三百遍，害羞哦，要五号。好，那这个回到表演，然后就是那个接下来就是这样子一路纯爱下去啊，我相信大家也是会动不了的，所以就是今天其实很难得啊，来到这边那个好像有一些农友啊。这个是警察来的意思吗？那个发电机在叫。我等啊，这么快就要结束了，谢谢，我们明年再见。啊？警察来了？不是要唱通宵吗？没等啊，没等啊。要先拔吗？哇、wow、哦！这样好哎！快点关电了耶！OK 了，好。为了今天演唱会，我还去买了两颗机车电池，应该可以撑完。等一下没有，就拿一台机车来这边接一下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啊，我想要那个唱一系列的，就是还没有公开过的。新歌那样子，然后这个新歌啊，其实是我现在在帮班奈做一张专辑。然后为什么说来到这边，我觉得非常适合，因为这张新歌是，这张新的专辑是台语专辑，然后它全部都是讲农田里的事情。嗯，然后跟 Open Eye 就是你们要听好笑的歌，比较它就不太好笑那样子。那基本上它，他其实都是用农田里面的事情来描写女性，对。那我现在要唱的这首歌叫《入江》，入江立江啊，你们应该知道立江吧？我是听冠宇讲的啦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他说那个稻子啊，稻子其实会开花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前面会开小，就是每一颗米前面会开个小白花。然后那个白花就是每天大概只会在上午的时候开啊，它露水吃饱之后它就会收起来，然后可是有一天它就不会再开了，就是那个入江的那一天，就是从那个稻子是吧，哦，受精，对对，就是稻子的根部会有一些米，就米浆那个白色的汁液会灌到米鞘里面，然后它就会变成米，然后就不会再开花了那样子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酷，我觉得，然后我觉得我就把它写成在讲女孩子的
的歌，然后他是说，一个女孩子如果喜欢上一个人，她就可以把她美丽收起来，然后变硬，再也不用开花。这是什么？就是他，所以他歌词是说，花羞变硬，免阁美丽，甘愿日上，我是你的。听得懂哦？你们听得懂台语吗？不用我再翻译啊！哦。也袂到中昼的好时机，花开开花，好日子我知道文字。要走白蕊探露珠，迎风下摆真着是两路手段真着美，三刻青春袂大滴，南方有我变清芳，春风啊相伴解迷人，花羞变个免阁美丽，甘愿日上我是你的。白酒百岁不再花开，风吹顶头一路归途地。
不再花开，风吹顶头一路归土地，风吹顶头一路归土地。